兄弟们，离谱，简直离大谱！你看这哥们，开局拿的后期专家2-2，凑齐三魔道，还一直走的连败。初看属实平平无奇，哪知3-2拿到了强化沙弥拉，3-3嫖到琴女，凑齐了五魔道，故事开始变得不寻常。3-7金蛋孵化完毕，给了一堆金币，配合攒的利息都省着没花，只为赌一赌那个他。没错，就是升级了，没成想还真给他赌到了。情节的发展开始奇到大光，一泻汪洋，一口气拉8升9，配合后期专家直逼实境，4-3完成十级壮举，这也不过是故事的序章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目前4层魔道一直到了5-6，败给决斗卡牌，终于跌到了7级井盖，给了巨款200。你以为也就这样了，不着急，中间败了一波五费卡，开始卡格子，幸好6-4选秀拿到了铁男，3星铁男就位。紧接着3星螃蟹、3星风雨、3星日雨、3星辛德拉就位，打完一波回来3星稻草人、3星努努就位。此时库存已经空了，打完巨蟹又给了些零碎卖了，继续地牌，牌库只剩下1折，最后3星1折就位。